在重复一样的脚步 Why to follow this move 一二三四五放轻松跳舞 Everybody can move我要你跟我一起跳，一起跳，来把所有烦恼都全跑掉，全跑掉，开开心心是最重要。Let's go， 别让别人决定你要怎么笑。Up down up and down， 来回震动。Up down up and down， 来回震动，尽情的放纵，加快这 tempo， 不要有所困惑。Now everybody move your body。公转自转时钟滴答滴答的响，我要停下我的脚步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去聆听，去感受，去体会，去挥霍我的青春在这个美丽世界，尽情的放纵，加快这 tempo， 不要有所困惑。Now everybody move your bo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德荣，还有我的好拍档 Jeff 陈浩然。今次我们两个非常之开心，可以成为 Watsons Move Your Body 活动的一份子。Watsons 亚洲第一保健与美容零售商诚意邀请你，全 Malaysia 的朋友同我哋一起跳 Zumba。喂，唔好听到 Zumba 就惊先啦。我同阿 Jeff 咁嘅身材都跳得到，又点会难到你啊？不如咁啦，先分享我哋嘅健康 tips 啦。好啊，我 Jeff 陈浩然提醒你：第一，均衡饮食；第二，抽出时间做运动。唔该。我林德荣就提醒你，最紧要咧就早睡早起，睡眠充足最重要。嗱 ，Watsons 第二次举办 Move Your Body 活动，又点会少咗你呢？就喺槟城巴丹国达林啊，六月七号约咗你喂。我哋两兄弟六月七号约定大家喺槟城见啦喂。Come on。Intro 的部分 ，chest pump 两个八。手的部分。All right， 现在我们来到 Part A 的部分 ，Step Part Two lunges to the side。来到 Part B 的部分，我们就有这个 Chest Pump， 还有 Shimmy 的部分。C 的部分，我们就有这个 Treble。